李麦可其实啦，他也是有良心的，他发现不太对，但是他也要生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于金麦港口系列，但是我那是你，我会撞墙自杀。我没有墙撞。还有停车场一样，在厕所里面十万哦，撞厕所十万哦，那个十万拿出来，厕所板子你撞，把它撞破。这个是珍珠板嘛？哎，咋办？厕所板子你把它撞破，十万。小够喊的，这两做表了，做表做表做表。啊，你在这个表面擦油漆，是不是这个东西会脱落？对，拉碴啦，就要撸的拉碴啦，哎，拉碴啦，拉碴的是三万的，对吧？啊，我有一个案例，就是那个房客，太贵了，什么三万，他真的花了叫，他叫花了叫油漆工来油漆。那个油漆工跟他拿半天的工资嘛，千五，然后他就买，等于说拿两千五以内就搞定了。不行，颜色不对，完全就被你急。哦，真的硬凹。对啊，就那个那时候来宾有人来讲啊，那时候受害者有人来讲。反正他到处找茬，就是为了钱啊。对。